拿到后场篮板之后的转换漂亮，赵岩浩的扣篮。跳球呢，第一下啊，哈拉迪被晃起来了，重新再跳一次，四川队获得了今天比赛的第一攻的球权。好球啊！我们看赵岩浩，里边全是大个儿，晨晨这个身高是不够的。拿到后场篮板之后的转换漂亮，赵岩浩的扣篮。真是准，多还是得给他往外拉，让他去扔这个三分，二打一。赵云浩再来一个，吴楠不好起，罗西斯非常高，三打一给孙明辉，布点没赶对没扣啊，他呀才能在身高上和博罗西斯来进行对抗。断球了，赵云浩，好球，太不小心了，这个几率就变多了。赵云浩三分命中，重新回到了三十分以上的差距，最终的比分124-100，广厦在主场收获了面对四川队的一场大胜，继续保持着自己在领头羊的位置。Step on the land.